BLACKPINK 的大姐基素于三日迎来29岁生日，当天她也透过 YouTube 频道公开了庆生影片。工作人员用她最爱的紫色装饰了拍摄空间，并准备了 Hello Kitty 造型的蛋糕，让她感到很开心。她在影片中填写了工作人员准备的个人资料，其中一题问到最喜欢的动物，基素思考了很久，却没办法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。但当下的第一个想法其实是老虎。她分享小时候曾在动物园里与笼子内的老虎合照，刚好照片中看不太到笼子，看起来就像是她和老虎近距离合照。当时小学同学们都很喜欢炫耀家里养的宠物，于是家里没有养宠物的基素就拿出了与老虎的合照，跟同学们说自己家里养了老虎。基素透露当时的同学们都相信了他的说法，也让他不禁好奇现在是否还有人相信他家里真的养了老虎。调皮的一面实在是太可爱了。